本课程是 Quill 基础零件绘图，目的在于让同学从题目的应用中来学习 Quill 的指令，包含如何利用长出、转出、路径扫描、断面混成的指令来生成或切削实体，再利用阵列、镜像、合并曲面及实体化等编辑指令来修饰我们已经生成的实体，并且会让同学学习如何的修改特征及尺寸来达到真正参数式设计的使用，最后让同学学习如何分析实体的体积、质量、表面积等性质，对未来在设计专案时更容易掌握成品的大小及重量。 Creo Parametric， 以下我们简称 Creo，是美国参数技术公司 PTC 的主要产品之一，它的前身是有名的 Pro 1，也是同业中功能最强大、操作最弹性的 3D 建模软体。 Creo 是一套直觉化的参数式设计建模软体，可以帮助研发人员快速地将设计的概念实体化，并且有别于非参数式设计的软体如 AutoCAD，建立完成的实体也能非常简单的去修改特征及尺寸。 Creo 除了实体之外，还能建立复杂的曲面物件，让产品的设计能够更符合人体工学。